永远离开我、哦、从不完美的我，你填补了我生命的缺漏。好、哦，对不起，我唱太棒了。不会，张书豪暌违已久，终于再开金口。新的日前为电影《跟你老婆去旅行》打造主题曲《不完美的我》，二日出席 MV 首映会，自曝第一次看就哭了很多次。我看完之后，我的眼睛都是肿，哇，哭好几次，真的，不然我不会写啊。我为什么要写？拽什么啦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没有感觉的话，要珍惜。现在有工作要珍惜，不是，我不要坐在栏杆上聊天。你现在当我们在公园是？我觉得这样比较轻松。新闻报道有说嘛？说我有改导演的词。对，我求证一下，你怎么那么厚短大？人家可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亿万导演呢、啊，你就这样叫人家改歌词？对啊，到底在说明什么？导演也有叫我改曲啊，曲子是。没事，这不说了。你这样子讲个头不收尾，我们很烦你。没关系，我有关系，没关系。后来我改那个导演的词嘛，对，你直接把结果讲完了，因为中间，所以后来我就改了他的词。去年度的唱片圈的 number one 进账啊，恭喜你！什么东西啦？去年年度进账冠军是你啊？是吗？有这种事吗？是，郭台铭下面就你了，最好是啊。那你要回应一下他的音乐电影的邀请，哪一个部？哦、音乐剧，不要说音乐剧是吗？对，你下次进不来微秀了，我跟你讲，来。音乐剧，对呀、啊，没有你这个不能做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做这个。好，不是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把它拆掉，不是那个是因为客人看完片很黑，很怕客人掉下去，所以弄一个栏杆挡。那你就把它补平不就好了？把这边填平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有道理。来灌水泥，这个都弄掉。你不要管人家的装潢了。MV 首映会不止老笑，电影两位男主角凤小岳和张书豪也特别惊喜现身，太帅，最帅，谢谢他帮你们助阵，来，最帅虾，好，希望粉丝都来给你们支持啊，好，等一下再开号，啊，你刚停车停到哪里去了？停到就是停到他停到别的百货公司去，太可爱了。好，奶爸很辛苦，朱豪你也是好棒，在这里面，你跟那个虞美人那几场戏真的太经典。谁？哦，陈妍希啊，对不起，不是真的有一点像，我很入戏，我觉得你这个会出事哎、欸，不会了。怎么样？像虞美人为什么会出事？你说清楚，你说清楚，为什么像虞美人就会出事呢？我想请问一下。我不接。其实你戴上眼镜也很像苏有朋了，不，有没有人这样说过？很精彩。苏有朋怎么了吗？很好啊，对啊，很好。聪明哈。这是主题曲 MV 首映会，张书豪也在主持人黄子佼的怂恿下再度开口唱歌。那你唱一句。等一下，我说真的，虽然老肖的歌高到高难度，这首歌老肖教你。你要乱听。来，小月想学，小月的实力可以，不，我真的不行，不要闹。你可以第八度。深爱过，三次错，终于放开手，解脱，但我泪在流。哦，那不完美的我。这个献血炫迈。恩爱过，终于放开手。那我也第八度好了。哦，好，可以吗？你要有七十二度，你太瞧不起人家了。你就高兴。第八度的话真奇。深爱过，深爱过，再次说分开的路口。说过了错过，永远离开我、哦、从不完美的我，你填补了我生命的缺漏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唱太棒了。不会，还有一句，就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，唱完它，却留下我面对全宇宙。